我們香港人已經表達了那個決心，但是 政府的良知究竟能不能被打開，自首也是代表我是尊重香港，也很珍惜香港的一個法治制度。但只要你認為他不對的，我覺得我會跟，無論就算他坐牢，我都一樣要堅持下去。但是都是未完全釋懷的，因為佔領行動仍然在進行，我們都希望 佔領者都能夠盡快可以結束，因為我們昨天都說了，其實現在的情況都是相當危險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盡快結束佔領，就保留實力。我要真普選，相心不灰心的。 仍然都對佔領運動很多誤解，政府這麼冷漠，你自然是傷心的。但是你見到香港人這麼勇敢，堅持這麼久去爭取民主，你會看未來的日子，你仍然都是會不灰心的。今天我們這個舉措，其實就是從佔民心、從佔人心的一個動作來的。